你今天是不是不想让我跟德安走？我不要，不是，我可能答应您走，你听不听？去哪里走开？去哪？我妈不会谈。哎，你今天在这里创啥啦？我把这个带来给你，怎么带来这个？你去哪里创啥？哎，你跟我妈讲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如果你不让我跟德安走，不让我跟达安结婚，不退出黑道，加加退个，你刷呀，你搞甩破了，我去跟你说。你刷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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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说这个滚，刷！你今麦是替恁老母来甲我威胁？对，啊，就是威胁你，啊，我就是威胁你。我饲你这大汉，你今仔这么不好。你等下你在人面前好歹看，你真正大不好哩！我已经决定要这么做，任何人没有办法改变我要怎么做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你想改变，那你摔啊！你摔来看啊！妈当初因为你是因为你才会死的，摔！今天有这个骨灰盆也是你惹出来的，你害的。 给他吧，摔！别给他，那你让我跟德安走。摔！我都不可能同意你两个做伙啦。安尼你搁听无吗？我宁愿，我不想跟你讲。你敢对着？小心！你敢对着？小心！干什么？我跟你说话。你到底想跟他说什么啦？ 放开我！那你就不喜欢你，到底想跟他说什么？哦，再说我就要你挨拳头。你敢？你知道我喜欢你很久，当时你跟我说的每一字每一句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如果你要我对这回道可以，我放下一切，我什么都不要。我不要名誉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你是我这一生最爱的女人。 我可以保护你，你要一个正常家庭，我可以给你。我只求你跟我走，求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我当初为你打的那一刀，是为了什么？ 好，阿龙忽然心，阿龙的深情告白出现了，男人的眼泪不轻弹哦。想不到我们看到兄弟把他真情的眼泪流下来的哦。好，这是阿龙，我们让大家公平一下。来，德安，你知道吗？在你妈住院的时候，李江陪你；他死掉的时候，沈阳问你；在你爸。 他们一天到晚阻挠你，跟我在一起，甚至叫人家打我，我都不怕。我只希望我们能在一起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最后这个真情告白，忽然之间提早说了哈，来，请都过来这一下好不好？来，都过来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。我们现在这样子，我们还没有抉择以前，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出有抉择的空间。 在还没有抉择以前，我们现在听听陪审团给他们几位的建议书。来，清伟，给他们建议来。好，先给女儿雨荣。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爸爸接受这个黑道的环境，当然你在现在一年就成年了，成年你可以对你自己的人生负责。但是我们不能选择谁是父母，却可以选择做好子女的角色。 我们在节目上看到，你希望爸爸少一些杀气，但是不是自己先少一点火气，多一些客气？还有，请你不要再轻易的惊动妈妈了。我觉得，如果你要让妈妈安心，地下有知的话，你应该从今天开始好好的过日子。还有，爸爸，孩子要的是嗷嗷待哺，而不是担心你被警方逮捕。枪林弹雨不能成为儿女的保护伞，你杀我砍也不会变成家庭的避风港。 我们常说虎毒不食子，你觉得在保护他，但是你让他学刀学枪，懂得毒品的同时，你已经在咬你自己的孩子。
建议你要找接班人，不是找一个黑道的接班人，而是找你接你上下班的人，能不能找一份正常的工作呢？还有德安跟阿龙，我们的建议是，你的岳父可能是黑道，那两个人的结合是两个家庭的结合。如果你们做这样的决定，请你们仔细的想清楚。还有，他是17岁，我向观众朋友在看到这段的时候，请注意，不能跟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的，这是违反少年保护法的，请在成年之后做下正确的决定。祝福大家。好，谢谢三位陪审团给我们的建议哦。其实我们的宇龙现在目前还17岁，还没有成年哦。但我们现在大家知道，都是因为爱这个字哦。不管是爱是付出的，还是爱是冲昏头的，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你们包括爸爸对宇龙的这份爱，大家都是以爱为出发点。这时候我们要进行最后的抉择。我们现在问问爸爸，来到多爱，你两个做一手决定的赛未？我一定啊。但是你若无选阿良哦，伊就再死了。那你赶快。好，但是至少留下一个抉择的空间，然后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骨灰坛我们先拿一下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甲摕个。好，我们来进行最后的抉择哈，最后的抉择，到底我们宇龙最后是要选择阿良呢，还是要选择我们的德安呢？到底选择阿良还是选择德安呢？来，倒数10秒钟来。来，宇龙，来，请抉择。宇龙将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？